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虾，不定期分享明星美学，记得收看哦。杨紫，童星出身，从孩童到亭亭玉立，就还像昨天的事一样，专业院校表演系毕业，出演的部部剧都带火了男主，人送称呼旺夫。其实杨紫本身的长相并不算美女，但从小就出镜，我们的印象里还是那个圆嘟嘟脸的小孩子，长大后真心是越来越美了。不管她是否续约欢瑞，她依旧为了热爱努力前行中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杨紫的五官优势有哪些。杨紫的脸型是属于长瓜子，典型的上宽下窄，下巴比较尖，经常看她梳刘海造型，是因为她的额头发际线其实并不算饱满流畅，太阳穴饱满，面颊皮肉紧实，下颌角很立体，下颌线清晰。经常见她说要减肥，是因为她的双下巴比较肉肉，显得脸宽脸肉。其实杨紫的脸型是比较有上镜优势的，窄，苹果肌饱满，个人辨识度非常高。杨紫的眼睛是双眼皮，虽然眼睛不算特别大，但双眼皮线条饱满，双眼皮线条清晰。小时候眼睛圆，现在眼睛偏长一些，内眼角下垂，眼尾上挑，眼睛的高级感很强，有明显的卧蚕，笑起来少女感足，着重眼妆也可以很御姐。杨紫的鼻子高度适中，鼻尖尖，鼻体属于长直鼻，但是鼻基底有些凹陷，面中不算立体，经常会有她法令纹的话题，其实是苹果肌大面中凹的问题。杨紫的鼻子鼻翼大，虽然不算精致的小鼻子，但配杨紫的脸真是的亲和力高，无距离感。杨紫的嘴巴是她的辨识度，肉肉的嘴唇，唇珠不明显，唇线算清晰，嘴型偏圆，笑起来很可爱，嘴角上扬。其实整体看来，女大十八变的杨紫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，驾驭得了各种角色，可爱也好，古装也行，她真是的演员中的万金油，哪哪都可以。祝杨紫生日快乐，希望杨紫一直走花路，明星。